你还记得我吗？虽然你在一个我无法到达的地方，好想和你说说话。情人节，第一个亲吻，第一次旅行，99个浪漫的日子，那是你给我时间的礼物。或许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，却不认得对方。或许多年后我不再是你的最爱，但我只要你会想起我。